到和男友分手是什么意思？打算出门的人梦见与男友分手，建议不改行程，照原计划出行，会往返平安。怀孕的人梦见与男友分手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但要慎防流产。本命年的人梦见与男友分手，建议你不要操劳过度，多保重身体。做生意的人梦见与男友分手，可能表示你不能顺利经营，需要重新整顿之后再开始。上学的人梦见与男友分手，可能意味着你会顺利如意，成绩会达到录取标准。